生了新款 ST300A 的啊，这个站管器是10-42的，我们先使用一下，这个是开关拧紧，铜管放进去就可以站。这款10-42它不需要换站针的，直接换头啊，直接换头。好，来说，这款是大圣300A 的，300A 的也是液压的，先拧紧就可以站了。放松。好，这款是大圣的100A 的，100A 的是手动杠杆的，不是液压的。好，这介绍是10-42的300A 的，它是10-42的11个头子啊。然后这套是100A 的，100A 的是杠杆的，10-42的100A 啊，这款是100A 10-42的。